爸爸今天是不是回来呀？说了多少遍了，回来。奶奶，妈妈昨天夜里自己在哭呢。你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吧你？啊！从你来了之后，你就没让我们夫妻过过一点好日子？我对你怎么了？我都女婿都女住，你还要怎么样啊？时间哈，不到十二点钟，你别想回来。你现在，你说你回国，往哪儿住去？你莫名其妙，你在外面是不是别的女人了？你对孩子怎么样？说什么？你想不想和爸爸样子？你现在怎么回事？